群祸效。你家不是要造反吗？高处的人才能走下坡，一直在低处，那叫走投无路。这是我手写的荣耀世界规则，不是教学攻略，只是流程介绍，也不是成功经验的吹嘘，只是失败教训的核心。老板，你还一直不懂，网吧运行靠电脑，头可断血可流，电脑必须好。所以呢？感情万能，重新写。拒绝那是女人的天然特权，坚持是女人的固有属性。作为男人，你知道要有什么？要有死皮赖脸的决心。作为男人，我不要面子，人家有意思是死皮赖脸才比较决心，人家要没意思是死皮赖脸，那就好，不识相。活动荣耀教科书带队，其他攻略简单了解一下就够了。荣耀教科书呢，说的是我的偶像叶秋大神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谁写的攻略？非常惊喜。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概率事件都包含进去，甚至连每一步需要的时间都计算出来。我看看，一个低等级的副本都能写这么长，谁有耐心看啊？对学渣来说，的确很难。你说谁呢？我也很暴躁。那暴躁是学不了分的。不可能完成任务了。我不行，要打博才知道。上网费吃饭，咖啡二十，不行。关你是强制消费啊！我都没有喝。实力拥有最好的，给钱吧。好你个不敬业，叶秋无敌自尽了。